你讲不对，你讲不对。我之后再讲你啊。好，你不要说兄弟，你先等一下。嗯，带你问一下。对对对。好吧。好，你一直都。啊，拢去啊。你等我，我一直跟家，我一直跟家哈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蓝天街要住的也可以，有疑虑的话你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做到安全无虞才回家，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循环的结果技术还在评估当中，如果评估确定没有问题的，还会做这样的决定。那目前先就直来做安置，这才是让他们生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。三头无人路在包管的时候发生了挖开挖流奇迹地下室落顺水的情形，造成整个地下室开挖变成不平衡的管道，造成我们隔壁的淋水，所以隔壁的淋水造成部分的流水情，所以我们在下午接到这个信息，立即有效的疏散了我们的地，所以结临时赶快结束我们中午的淋水会议。那目前看到在整个施工的厂商有严重的疏忽，这家厂商不但在开挖的过程当中，经过我们的结构技术以及土木跟大地两位专家评估，确实开挖的过程太过枯燥，还是造成这一次严重的淋水的情形，所以我们对这家建设公司立即给予勒令停工，尤其按照建筑法加重，并同时列为黑名单，只要他所有的工地一定严格稽查。所以我们对这家建设公司在开挖过程造成这样的伤害，也会要求他负责损害赔偿，对住户有一个公道。基本是在公共安全绝对不允许任何的疏忽，造成这样的影响，确实很不应该。我们应该记这个教训。那目前为止，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几个小时的抢救，目前整个地下室断水以后也非常稳定。那目前没有再有立即为首的状况，所以我们的住户虽然已经撤离了，我想还要让他一段时间，再经过万无一失才会请他回来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做整个安全无疑的一个检测。